俏佳人 几个重要步伐，第一个步伐开立步，看看这是开立步，第二个步伐麒麟步，哎，这叫麒麟步。 第三个重要步伐是摇山步，摇山步要讲究四丁不丁，四八不八，四丁不丁，四八不八，力量一定要放在当中。 哎，一定力量要放在当中。好，这就是通背拳的摇山步伐。现在下一个式子，这就是为三七步。三七步的特点：后腿实，前腿虚，要三点为中心。 啊，脚、手、眼要配合，作为三七。后腿的力量占七分，前腿占三分，为三七。下一个，这个式子就要歇步。哎，歇步，这个作为通背拳里头也很重要，把这个。 卧下去，前脚有点掰形，啊，跟咱们木匠扎楔子一样，后脚跟要立起，坐这儿好像一座山，再也搬不动，就得夹楔子这么稳当，这功夫。下边咱们进行的是步伐。 第一个是进行进步，进步还有一个退步，接着做，加油。 往下就是垫步，嗯，再有闪战步，往下是龙形步。 往下是蛇形步，哎，这么点坐下了。
再加上跨步，穿扇步，往这么打，别往北去。哎，对，摇身绑切步，横着。再来一个五行踏拉步，这个就是几种步法，还有几种腿法。第一就是奔子腿，外行这个外说一个也叫提筋腿，两种说法，提筋腿和奔子腿是一样道理的。这个奔子腿它的作用，大家看，上一步膝盖先出啊，膝盖先出，哎，这个出啊，这个出，嘿，这个，嘿，这个是，哎，他这个通背原理不可缺少的提筋腿，也叫奔子腿。下边再来一腿，叫什么呢？叫撩阴腿，是吧？撩阴，把敌人的两只臂管住，哎，往裆部，往裆部撩。这回撩阴腿，是。还有一个不可缺少的蹬腿。使脚心蹬腿，再有一腿就是七寸腿，也叫七寸弹，知道吗？下边的腿就是救命三腿，这个就是五行通背拳里的重要的一腿，这个必须把这腿提起来，往敌人的啊正腿上踢，往外踹一下子似的，啪啪，上边打，比踹，这边踹，往外分，是吧？这个。你做的比我还好点，打。下边他们进行这个太极和五行通背拳的基本重要动作，也就可以说是基本功。第一个演练的是啊，摇扇
为什么咱们要摇山？因为咱们这种拳术是必由之路，必须要腿、腰和背讲究一动无不动，跟别的拳种还有区别。咱们这行你就得摇山，把膀背首先摇活，膀背摇活是吧？腰背全活，我给做个示范。站行四钉，这钉字不对，八字不对，四钉不钉，四八还不八，一站就是这种形式。力量要放在当中啊，力量放在当中。这个摇臂是吧，手必须护着胸。为什么？因为这胸是命脉，是心口窝，老百姓说这是重要的地步，得保护自己。首先说养成这习惯，得必须护胸。护胸再开始，开始之前要求舌尖微舔上牙膛，气要灌丹田，不要憋气，不要降劲，不要使劲。上午咱们说的，上次咱们说的这个胳膊赛皮鞭，就如同跟绳一样，往前往前摇，很自然是顺背，往前是顺背，往后摇是开胸。一定要记住啊，不要降劲，僵劲使劲儿，很自在。要做胯，要做胯，并不是撅屁股叫做胯，是吧？撅屁股猫腰学艺不高，首先说做胯，往下沉胯，两腿同时蹬立。我做两下示范，你可以看看。这个虽然说是基本功，不管老年人是吧，家庭妇女、小孩都可以适应，在屋里也可以练，稍哎有出时间就可以动，为了全民健身打下有好的基础。我给你做下几个示范，又是基本功，还又是适应手。瞅着胸气，首先调好，往前顺背，往下做胯，脚一定要把地踩穿的底子，生根扎芽，往后顺背，浑身要松弛，这是慢了。哎，讲究了，一动一动无不动，从脚跟到腰背，也可以说从脚到手指都练到，气血都练到了。这就看出这个功能对身体特好。不要说这个拿摇胳膊当不当回事，这胳膊摇惯了，这个舒筋，各大血管、毛血管，它都疏散到，经常练的，甭想得那弹弦子病，甭想得那脑出血，它这个浑身的血压、血脉，它是很重要的，如同水一样，哗老流着，是吧？这个重要意义，谁要一练，您尝尝这味儿，又舒服，啊，又痛快，练完了有一个高兴的感觉。两边可以两边练，这个右腿在前头是吧，右手就护胸，左手左脚在头了，就左手护胸啊。咱们说这个这半拉，右腿突出，右手护胸，往前还是一样，口
赤壁、飞壁啊，口、嘴唇不是咬牙很切齿的，也不是张嘴啊，赤壁不壁，舌尖微舔上颚，出气是匀实的啊，出气是匀实的，不要练到哎呀我的妈妈的，这就坏了，这就是憋气，这种憋气应该调整，应该调整，多才练的舒服自然，好受还好。咱们再说这个摇山的啊，手型和用法。先说手型，初步摇啊，初步摇您要手放，胳膊放松，手放松，不要攥拳，攥拳攥拳它就僵住了，反倒而行之，血脉灌不上去了，应该是气随着血，血随着劲，这是对了。摇几个月之内您就随便放松，年八百的您找着这个愉快感了，您可以中指往前吐出一些，这个两手指辅助往回搂一些，这个大手指头您可以掐这穴，是吧，这个再摇起来，您看它又一个味道，它这个血脉又加一个浑身到周到的血脉。再说说这机器用法，还有一部分啊，咱们这刚才拉一句啊，练的时候过程中一本正经，不要嬉笑说话走私，这全不成，精神集中，气贯丹田，注意五行通背，手眼身法步包括在其中，眼不能东望西看啊，一直往前，前边老有什么敌人把握在眼中，你这力量就发挥了，这么巧那么巧，这是错误的，精神集中，精神集中，眼往前，眼往前放，明白不啊，你再过来几下试试，我瞅瞅，眼竖视前方，精神百倍，哎，浑身放松，好，挺松沉，换往那边我看看，一般都左手笨是吧，咱们换往那边看看，还要要求挂点线啊，要求挂点线，挂的什么线，挂线上边要求蹭耳，下边挂线，这叫圆规一样，它圆了，哎，成一立体，好，这个完事儿啊，咱们就什么呢，顺行，就是自然的顺手，这个规矩把这血脉啪啪的浑身一乖的，这血脉帮着它往下全聚这儿来了，是吧，再让它舒服回去，这叫顺势顺手，顺手舒服了，摇完了特别舒适啊，活动活动，哎，这是规矩。咱们往下再说说，咱们往下再说什么呢，就说这个摇山是基本功，但是也是实用啊，这个实用手也在其中，你比如说你向我猛击一拳，你看我上步就盖顶，这不就摇山吗，是吧，你瞅这是摇胳膊呢，来手你说啪就盖上啊，这就是实用手也在其中，我在脸上那么着，如果你再来的时候我说油水灌顶啊，油水灌顶啊，往后摇说啊，裆部上部裆部啊，都有一定的作用，上边砸下边摇阴也是在其中啊，应该是加强锻炼，你比如说刚才这是啊，实际手实用手是吧，你这不是来手吗，我怕砸吗，是吧，往后来上边砸底下撩啊，记着记不着，咱们再说一手，敌人向我进攻还是向我进攻怎么办，打
怎么样？饶是没打着我，他蹭过去，是不是？这个也是实用手。哎，打，是不是？顺势牵羊，他的这全重心点全破了，是吧？重心点全破了，饶是没打着咱们，是他破坏。我给你来一拳，啊，照样如此。打，看，是不是不点事一两，是吧？就是破千斤，不点劲儿，是吧？哈，你看，重心一破，敌人他就受不了，啊，这招啊，哈，嘿，哈，对了，反正敌人呢。他对这个吹你这个把这个中心给你破坏，你一定是输的。摇山，并且他是根子啊，根子还重要，摇体也要练根子，也要摇山，一种说法。咱们上边说的是单摇山，是吧？单摇山这个好处用法，刚才咱们曹操一讲，下边咱们为了活动身体还一高招，叫什么？双摇山。双摇山不列外单摇山，它就是两个手同时动啊。单摇山是一个手一个臂，它这是两个臂啊。这个步行还如此，不过比单摇山要略小啊，要略小啊，步眼小点。为了什么呢？为了它得拧腰得多胯，为了全面身体全面发展，我做两下示范。这个双摇山，注意，步行还一样，比单摇山略小啊。你看这个，一个手往西，一个手往东，再加是一样，走道不一样。你看上面一样，下边一样。就是走道不一样，可不是打惯，不是打惯，这个相反个，瞅着注意，是吧？一个往东，一往西，拧腰，坐胯，换步，瞅着了吗？不要急，不要急，好。好，你要多话。得，你晃手。哎，你瞧这个简单，其实不简单。你生人没干过的，他准是一个顺子风，刀花线。你看，相反。仰前式，一撑到圆，一撑到圆，还有，对，行，不赖，这个是为双摇山，双摇山既活动身体，是吧？上虎骑身，下虎骑马，它有一定的实手作用。敌人向我进攻时，是吧？逢招逢势，是吧？逢招逢势，一近身，是吧？这就能使啊！啪啦啪啦，是吧？啪，顺势，是吧？是吧？他这就是这么一逛的，其实一作用不小。好，别瞧不起这个，这回双峰山很加工，啊，要求很加工。咱们下一个式子也是基本功，也是实用手，叫什么名字呢？叫银手，单银手，单银手也叫单手，两个名字同时都是对的啊。咱们就说银啊，单银手，这我给啊给你做个看看啊。这位什么不演，这位咱们就是三七步，后
后边实，前边虚，但是出手时用力，两个腿同时蹬力，坐往后甩的时候这腿吃力，用使时候两腿同时吃力，特别明显的这腰全从口中出，撤回跪了一下。我单说这什么叫口中出啊，这嘴里怎么会出拳呢，并不是那意思，就要求他直就是代表口中出，你要是抡完了这儿出了那儿出了，他就不为口中出了，口中出就是要求长筒吐信子似的奔直打出的才有标准，这就是口中出。我做两下啊，这叫单引手，哪儿为引，这儿为引，这儿为胆啊，这儿为引，这儿为胆，引进乐空，走着三七步，后腿吃进，前腿是虚的，开始是吧，手护着胸往前击敌人的时候要直要准要稳还要狠，这个胳膊还跟皮鞭一样特别松弛是吧，这就是胳膊赛皮鞭，腕如棉，手如铁，这力量全灌入那儿去了啊。我做两下看一看是吧，这叫引，这叫引，这儿往后抽这个颈椎，反过去身子，这儿有响啊，抽颈椎回来又一下再出，出一下浑身要松弛，不要用劲，不要用力，这不就是全从口中出吗，侧回，这不是侧回跪了一下吗，两边是如此啊。年轻人可以打响点，一转身脚可不许动，看出来了没有，哼，这回单引手你可以坐坐，用后背的这个，用这个胳膊手背子必须突出这儿来，后颈椎啊，后脊椎一甩身一拧身，啪走了，回去以后抽外侧，抽外侧，抽完外侧拿到嘴中间直了，啪扔出去了，这儿这回走的时候里侧手背子里侧外侧里侧，好啊，往后甩背，好，冷弹脆快，抖劲发出，嗯，嗯，好，晃晃腿，是这意思，是这内容，眼跟手走，眼跟手走。好，好，倒，哎，换着换腿，颈椎，外腿，里腿，往前看，好，这个，这叫单引手，这个式子我再给你重复重复，必须往后甩背。往后甩背啊，坐胯拧身，要突出一个冷劲，冷劲是吧，露出一个冷劲来啊，嗯，两边如此啊，这回单引手要领三七步，出手如电，要直要快要狠
要稳，必须做到位，往后甩背必须做到位啊。这为单引手，刚才咱们说的是啊，这个单引手，下边呢咱再讲讲用法，咱们别走偏了啊。注意手型脚型一定要一定为限，不要随便啊，要有一定的标准。手型出去并不是掌，不是摔掌，出去四攥非攥，四紧非紧，成一个团体，撂在敌人哪儿哪儿受不了，是吧？它是这个手型，可不要脚在这儿呢，后腿在这儿呢，鼻子在这儿呢，您出要出那儿去，这就完全错误。非要打出一条直线来，啊，非要打出一条直线来，不怕你慢着点来啊，你慢着点可以，不要打偏，啊。再说说这实用手，敌人来手，咱们就是得使搂，使搂，不使搂，使爽都可以，啊，得机才能得势，不能一股道走进黑，就是得机得势。比敌人来手，看向我进攻一拳，这不就搭了吗？要是我没上，我没上招，是吧？我还得进步呢，是不是？重来，我还得进步呢，不是？好，你看，这啪就搁上，速不容缓，绝对是速不容缓，是吧？走，哈，啪就再来一掌都可以，再手。蹬踏之力，让敌人没有还手之力，出去要直，出啊，必须要搞正。你再演示两遍，手护胸护好了，嗯，挺好，嗯。嗯，坚持锻炼。哎，往后一闪就是胆，往后一甩就是胆，这儿为引，这儿为胆。来手，你比如说我引你，你当然背下又下手了，这儿为胆，啊，这为胆，啊，这为胆。来手，哎，这为胆，哎，错了。李老师也可以，他这就是很娇嫩，对不对？那腿也行，我慢着也行。哈，你看，走，重来，重来，哈哈。他受，他这疼啊！重来，哈！你看，你这儿来一下子吧，再来，重来。行了，你来吧。哎呀，怎么就是一样？滚的法也是一样，就是胆呢，单单这么练吧，好不好？你说怎么来？我给你来一腿，一样，好，来手，来腿，来腿，啊，都行。刚才咱们做这事啊，单引手，这已经害了。就是会了，咱们再学习学习这个双引手，也叫双单手啊，一个名称，就那单摇山双摇山，这个单引手双引手啊，这个做法你看我给你做做，是吧？要求这个五行通臂拳呢，突出这重点就是浑身动，一动无不动，不是僵劲，是吧？不是僵劲，哎呀，浑身松弛，时间长了，他的力量，他能够带着钢的，肉里带，哎，看看肉里带着钢，还有呢，冷弹脆快在其中，咱们得包括这个。刚才单子完了，啊，咱们弄这个双的，这双的，你看看也很简单，这个不演，也跟这个三级步是一样，但是一动。两一动，两脚同时
都吃尽了，但是也不要往后仰，也不要弓步，是吧？一定要正确的步眼，啊，你看，是吧？这开始，瞅着啊，开始，你看，哎，要求还是打颈椎，上边挂线。这是这次的换拳，不用力，自然助力，时间长了它有冷弹脆快之感。看了没有？这叫双引手，也叫双胆手。好，挺好，继续。眼后先看。这个练法，这步眼是这样，要是能哎练活，也可以往前走走，也可以。这是定步的，是吧？往前跨步的也无妨，是吧？也无妨，是吧？也无妨。跨步这叫就是这么行步，这为跨步。哎。对，对，四外都可以，四外都可以，见招打招，见敌打敌。对，我说这就是那内容，可以四外打，双引，双胆。再说用法，是吧？用法，来手，你看，来手搂也行，是吧？这不砸也行吗？那时候再一动啊，这不也一样吗？很简单。是不是很简单？搂也行，怎么来怎么合适。来手，哈，哎，那种，哈，都可以，都可以。最好刚才像他打这个，一来把身体活了，还见敌打敌，见招打招，四外走。啊，年轻人，再给大伙表演一次四外走，挂上步，还是这个。双单手，双引手，对，这就比较活嘛。定步是定步，上步是上步，退步是退步。